Ja.上来一米了。我只有一个柱子。好凶。我也没用，我还要慢慢发育着。李欣都没干过。李欣，下路。哎，不敢相信。哎呦，我那个柱子还顶到他一下。哎呦，我操！这 AD 回家了，我操！我来，我来，我给你加血。不行，我带的不是，我带的是，那肯定可以，主要是这个了，大龙我们得给他打掉。恢复。下一条路还要闯。不知道，不懂，你发的。好。不好。
就是上来帮你把眼位做起来。随便打。下路又被 gank 了，其实我不想这么干的了。中路不见，还下了，可以可以，你把线推掉了，还是不推？哎呦，那你想太多了，我靠！回来一点点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局会不会推线？哇，他太丑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其实你这样，哎哎哎，确实，别，直接死了。
我操！我没死，我没死。想搞我！真来人！我看看，没事，打不死我。随时，听到吗？李欣，哎呀，真的是烦。你怎么死的？等一下，中路。我还没去呢。我们前面吧，还有一批。下一条还是火龙啊！哎，你那边五个人过去了，四个人，三个人。
那就白白来这里听。哎呦，还有闪现，没事，太远了。后面人，后面人。哎，让不让你先磕一会儿吗？哇！我的天！先杀我！他没有闪现吗？下次还是我的。没事没事，我来了。可以直接打，可以直接干了。就怕李信 Q 打，我藏着有一点难打。我操！哎呦，有点扛不住，我操！问中卡，投了。